可爱。请自我介绍一下。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安。小安，你好，你好。凤眼女孩，凤眼，凤眼。手毛王。对，对我本身手毛比较多一点。哦，请问一下，拍广告拍多久？这两年才开始拍广告。这两年拍过几支？大概15支。现在两年15支。那请问一下，你现在是单身吗？嗯，对。为什么单身多久？昨天刚散。前阵子才分手，对，又前一阵，又前一阵，多钱？现在广告圈流行分手，是不是？大家见面之后，你分手没有？还没，不流行。前阵子分手比较流行。那请问一下，拍广告两年，十五集，你当初怎么进入广告圈的？是谁发掘你？因为当初我是在师大夜市卖饮料，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些客人就偷拍我的照片，然后放到网络上，就引起讨论。然后之后有记者来采访，然后就有公司就是找我去试镜，就开始拍广告。是头发很乌黑哦，有染过吗？这是之后染黑的，以前有染过头发，是，但发质变差之后就想说那就染黑就。其实黑头发厉害，谁？他的样子很古装哈，对，他有古典美，琼瑶，他有点像印第安人，民族味，民族味，民族风的感觉，身上那个毛发特别的那个旺盛，茂盛，是不是？嗯，他背上都有，这样冬天不冷。对啊，你冬天要冬眠吧？不用，不用。你看他不是熊，他这边还有汗毛。好，来，请问他拍过什么广告？15支，我完全没印象哎。知道的举手。我猜会不会是饮料广告？对，你要举手。15支很好猜了。我还说，哎，你是不是拍广告的？来，大概不知道的。提示一下，提示一下，最红的一支。真的假的？没有，你太早了。对，我都还没开。对。洗脸的。洗沐浴不洗面的。洗面的。洗面的。我大概知道。哎哎，曼秀雷敦对不对？啊哟！你每天都在家里看广告干什么？然后不唱歌啊？宅男。我们先看看他的广告，来听一下。揉一揉。手烘开打做成香 Q 有嚼劲的印度烤饼，如此风味，用身体在心里。跳起千岁的心意，让身体好吸收，好健康。心灵心灵会唱歌着睡。董若昀，我喜欢你。有没有新点的？我是欢你。你，我喜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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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。红丽萍，好淡定哦。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。同学，你到底懂不懂？女生就是这样，她变了一个造型就变了一个。对，为什么拍广告的，就是比较成熟啊？什么意思？就是比原来的样子，看到本人的样子，本人感觉比较小一点。哎，你为什么叫国庆妹？因为去年国庆的时候，我刚好就是去现场，然后就意外被别人偷拍，然后放到网络上。哦，原来是你啊，就这个我就有印象了。哦，就是你啊，哇塞，国庆妹 ，My God， 正点。有点不像。正，你是记者啊？因为我是读新闻系的，我就去采访。现在还在念书吗？对对对，现在还在念书。请问你是哪个学校？明传大学。明传学校。正。明传这个学校就我们那个时候，对，明传看到明传都疯了，哇塞，一看就知道明传。对。那时候好红啊，有一阵子国庆妹啊。对啊，你这个太厉害了，这一张太厉害了，聊了将近一个月，哇，然后后来就不出现了，脱俗了，你知道？太清新正点。所以这个是网友拍的。其实国庆就是为了这张照片而办的。哇，真的伟大伟大！对，刚刚那位 NG 15遍，你 NG 过多少？我 NG 最多次应该是那个摩斯的汉堡，我吃了也是十几次。哇，吃哎！对，就吃那个烤饼一次就吃了十几次吧。哇，那很好吃哦。
一开始觉得很好吃啊，到最后还是很好吃。对，到最后还是很好吃，只是比较饱而已。吃饱了还是很好吃，就是好吃。对。可我后来听人家说，为什么要 NG 十几次？其实不是你们不好，是导演要不同的 cut。他最后可以选，他选，选其中一个味道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广告会不断的重拍，是这样。原来是这样，对，下次选导演。再来一个，你再讲一句。太凶了。对，别讲句，你吃，不然你还吃吃看呢？你还吃吃吃？我吃一次，你吃两次。拍广告累不累？我是觉得都还蛮好玩的。蛮好玩的哦，这个非常好。我现在就只看广告。跟我们的节目，其他我不看。